胡鸿钧同郑俊宏喺呢日嘅颁奖礼上都有凭各自嘅歌曲 MV 获奖，佢哋更即场献唱助兴。喺呢一個 MV 咧，明知故犯呢只歌 MV， 我都有參與到啲構思嘅，即係我同阿導演 Jackie 喺拍之前都同佢要求同若曦拍，其實係吳若曦要求同我拍咯，好冇？咁啊，因為只歌其實係啦，咁講起吳若曦啦，咁 Jenny 都有份嘅，因為我呢只歌同之前佢嗰只《我們都受傷》其實係有少少故事係 related 嘅，即係佢個 MV 同我只歌嘅 MV。咁我哋所以我同阿 Jenny 就有呢個構思啦，就俾咗阿 Jackie 知啦，咁阿 Jackie 都好啦，即係容納我哋，俾空間，俾創意我哋去發，即係俾自由度我哋發揮我哋嘅創意。咁所以我都希望嚟緊嘅 MV 都可以參與多啲。阿 Fred 比 Hubert 更有野心，佢唔單止希望同好嘅團隊繼續合作，佢仲想做埋導演添，實行自己嘅 MV 自己拍啊！你會唔會都想揾 Jenny 拍啊？好似有啲猶豫喎。再算啦，再做導演啊！明噶啦，大家明噶啦 ，OK 啦。你睇下係咪係咩歌啦？為咗唔想揾佢拍，佢做一啲佢唔啱嘅歌咯。做啲男仔嘅歌。總之一定唔可以揾到佢嘅。係啊。卡通啊，啲個漫畫歌揾佢拍啦，佢咁大意。